先说一下这两天我找到了什么。本来这边会有一个科学家给你一个支线任务，是要你在这个草丛里面找凯西。在你解完凯西的任务之后，会给你一个宝可梦雷达，像是比如说我走，我还没示范。你们就这样破坏我的惊喜了？不是，我早就准备好一个稿，我准备好一开始的开场了、欸。我可能会把他打死，但是没关系啦，当作刚刚没有发生过哈。抱歉，有点尴尬。这个雷达可以做什么？就是你只要在这边开启你的雷达，上面就会显示说这边草丛有什么你可以抓的宝可梦，全部都会列出来，不管你是随机乱数还是本来的。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普通的啊，像是大鳄蚁、吉利蛋，然后小巨鳄、鬼丝、奇拉蒂娜。哦，特别稀有的还有卷卷耳，在左下角。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，尤其在随机乱数方面，因为你不确定你现在在草丛会抓到什么。凯西的话是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拿到的，还记得之前有那个赌场吗？我可能有在自己偷玩个两个小时左右，但在这边就可以用你赌博拿来的代币去交易宝可梦。在这个小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现在是下午的时间，如果晚上了就会发现这边所有人都不见了，但是这个看起来很明显是门的东西终于可以进去。欢迎来到地下宝可梦贩子。我不敢相信任天堂会鼓励小孩这个地方。在这边就可以买比较特别的宝可梦，像是等等，这是 3D 龙吗？还有这个是什么和什么？还有今天最特别的是火球裂空座，35000块钱，好贵，我还是不要好了，算了，真的太贵了。不过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来这边自己买一只给各位看一下，各位比较期待的实验品好不好？两只奇拉蒂娜，一只可以放在开头，一只放在结尾，有吗？这个会合得出来吗？不可能。但是我还蛮期待看到成果的。好可爱的奇拉蒂娜哦，哇哦，看她的小脚脚。哎，橘石兽，你们这四只，你们比较想跟哪只融？机器人吗 ？OK。我懂他们想要把他的触角放在他的脚上面，但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今天的目标至少一定希望每天都能打一个道馆，不过这次我们一开始可能就会先打到道馆。9月13号珠子 DLC 时间够破完这个吗？没有的话那我就先以珠子 DLC 为主，应该是这样。哇塞，为什么他会有奶头？等等，为什么他要给怪力奶头？听我说，我知道你身上有更好的。为什么皮卡丘的融合都比皮卡丘本身还可爱啊。哦，你要进化了是不是？等等等等，那慢一点慢一点，太快了太快了，慢一点。你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兽人了？我并不能说我不喜欢他，我还蛮喜欢他的，但怎么突然变成一个 furry？ 你有打过架吗？没有，我要救他，我突然比较希望他跟我打架，我比较希望我可以抢他的钱啊，所以他地上的面板就变成颜色对应的，就是可以进去的。像我现在就知道我要找这个浅蓝色的、浅绿色的，它的改动都真的还不错。但是我依然是一个路痴，我不知道我跟他打架过了没。Gossy 就是这个，好可爱哦，好胖哦，反正都要抢劫的，一根跟100是没有区别，要一个的话我只能抢到200块钱，100个的话我能抢到20000块钱，对吧？这就是差别。等等，他们是分开了吗？怎么可以？小磁怪、三合一磁怪，如果说分开了，那还叫做三合一磁怪吗？可恶！下去，你居然没有钢属性，把我老大三缺。等我来加一是不是？为什么他们火箭队里面要设这些传送门？为什么他们要设计这样的工作环境？他们不觉得这样子移动超级不方便的吗？第一天上班8个小时，里面有5个小时在迷路。酷偶这一区全都是就是融合的素材，很有料。我都忘记他了，看一次笑一次。游戏的目标融合阿尔宙斯的家庭欲望，那要先等我抓到阿尔宙斯。不过现在有雷达，我大概知道。OK， 这是原子小金刚吧，Mr. Chop。天哪，他的名字有 Mr， 他是 Chop 先生。我也是很期待抓阿尔宙斯啊！你们要跟我打架吗？我只是要救你。啊，我其实没有那么想要救你。为什么大家都把我当成好人？有点可爱，伊布球。波提昂是什么东西？霹雳电球加上那个吧，一只伊布，还蛮帅的。OK， 成功，这只也很棒哎。哦，你是所有伊布的进化融合霹雳电球，所以也有水伊布是吧？我猜他们搞错水伊布的屁股很大是什么意思 ？Fear Bone， 害怕骨头。确实，我是有点害怕。
Oh my god， 他有眼泪耶，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他？就算融合了，他的本体还是卡拉卡拉，他依然是那个妈妈已经不在的卡拉卡拉。现在打到哪个道馆了？这个是超能道馆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可是要先拯救火箭队，不对，抱歉，是打败火箭队，我没有要拯救他们。我刚刚已经抢走他们整个仓库的东西，然后我说我要拯救火箭队。这样我哦哇，变成拿哑铃，酷哎！这些真的做得很用心的，我都很欣赏，对吧？重点不是做得很帅，重点是做得很用心。拯救火箭队好像也不算做，他们终于可以解脱了。可是火箭队的福利不是听说很好，三餐有得吃，然后钱又多。我记得某些火箭队对话的时候会说自己被扣薪。我一直在听网络上面说火箭队是善良，那个佛心公司，原来都是骗人的嘛。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想加入火箭队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这是一间志向明确的公司，对，只要你的愿景跟他的一样，那你就会想进来。目标很明确，以公司来说，他们很成功，就是他们的路真的走得很，他们的公司的动线真的设计得很烂。OK， 对面的棋，而且他们重点有的是坚持。看看火箭队的那三位，已经追了小智追了八季了，过了八季，结果小智先放弃，人家当了25年的十岁可以退休了啦。Hitman Chop， 这个是哪一个啊？天哪，那个马铃薯好壮哦！左上角这个人做了几年，不知道几岁了。我的岁数也在增长好吗？提姆22岁是个实况主，没有21，9月16就要变成22了。然后野兽先变的那个脸，我要怎么去模仿野兽先变的那个脸 ？OK， 我没有打算吼，我没有打算吼出来。看到了没有？对面的小拳师都吓到了，对面的小拳师都生气了。其实在说他自我介绍那个脸，但是。那个脸要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像哎、欸，题目表情包又增加一个了，恭喜各位！我现在更期待戴龙了，因为戴龙他还有个小孩，他们连小孩都要融合，他的小孩好可爱哦，小翅膀哎、欸，兜吉，我蛮想模仿兜吉的，我知道你们要模仿，但是我突然觉得，突然觉得模仿贴图好像蛮好玩的。笑死，烧天谴，直接呛到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喝水的后果，不要喝水，不然你就像提姆一样。主播试试看这个，还有这个 ，OK OK。为什么我要变成这个？光明会的要怎么样？我看不到未来，我直接变成一个中二病哎、欸？为什么？这个呢？这个没有变啊，饮水机你这个。我一直都是这个啊，那个赞的话我知道，我有一个好点子，好可爱哦，小恐龙那个要怎么办？反正，我觉得小恐龙那个有点好笑，我可以顺便做 low 的贴图。卡比那个的话，来看看还有谁可以被抢钱的，就是你，过来，你逃不了。可恶，我真的，可恶，我打过你了。你们不能在我打完你们之后，上面放一个不，我被打败，然后抢钱了，这样我比较好分辨。等等，哦不会是你们吧？等等，不要阻止我，我想要上去抢钱，还是说你们要先被我抢？我看到你在这个小镇里面，所以我就想看看你有没有变得更强。太突然了吧，聊天室，你们跟踪我又找我打架又找我抢钱，而且你们的鸟也太壮了吧，我有点害怕。抱歉聊天室，我不该骂你们的。畏缩，哎，畏缩，笑死，我都忘记这只有多丑了。花瓣舞，可是花瓣舞这样还要撑两回合，不过还行啊，反正等级应该没什么差，而且你们一进来就要死的。如果我没搞错的话，四倍落火。谢谢聊天室的董内，越来越轻松了。1440，你们怎么那么穷啊？天哪！来吧，我来帮你打倒那个火箭队老大。好耶，我有个聊天室跟着我的，先走喽。我不能把你们带出来，结果他们只想待在这里，他们宁愿待在这边，也不想要跟我走回家啊 ，Team。所以我没有相见了。那个总裁跟我正在讨论非常重要的商业机密，给我滚出去，不然的话你们就在体验世界般的痛苦。我已经体验过了，那叫做演 Twitch 上面的贴图。
这些都没有出来。火箭队的老大有多强大，会召唤出两只马赛克宝可梦？先看，虽然说我刚刚说我期待戴龙，但是有时候 P 上去也真好笑，因为连他的小孩都要 P 那个脸上去。靠你们的聊天室，我的速度超级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打完了，谢谢聊天室。哇塞，10000块，哇塞，全都是我的。聊天室你们一点都不能拿。没有板木给我们是，可恶，板木回来，你身上应该还有更多钱才对。我现在想想，你是老大哎。为了感谢，我会让你留着任何你在这里面找到的东西，不需要你提醒，我早就已经全部搜刮完了。因为这边有颗大石球，这是第四颗大石球，本来的三颗已经被板木老大拿去了，所以我可以离开了。这边已经，我在这边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通通搜刮完成。他说他想要给一个风人地区吗？我其实看不出来那哪个地区，我身上全都是融合兽。你们有融合地区？你想看融合地区的宝可梦吗？神奥地区 ，OK。神奥地区的话是哪一地区？哦，四代，对对对，有那个有最强冠军的那一代。可是四代有什么宝可梦？哦，我真的不是宝可梦粉哎，假宝可梦粉。可以看怪异融合，这间房子是怎么回事？哇塞，我说，这边就是我们城市出 bug 的地方，我们基本上是放弃了这个房子的 code。不要说话，你想要这个，我能感觉到。你感觉到我想要什么？哦 ，TM 而已，可恶！我其实比较想要100万，你应该感觉错了。庆祝我们打倒火箭队！我这次想要融合地鼠，这三只一个会跟地鼠融，怪力，有道理，合理。我今天终于要看到地鼠底下到底是什么了。神应该被分解吗？你问了一个好像很政治的问题。怪力也是一个很适合拿来融合成身体的宝可梦。我们先看右边，然后再看左边。因为左边是我期待的。他准备要爬出来了，快跑。我真正想看的其实是逆转的部分。各位记得先吃饭啊，把你的口吞下去。原来地鼠底下长这个样子哦，我今天终于知道了。我想想看，我可以让它进化，然后我可以看三地鼠。小子你最好不要让我从地下全部出来跟你打。OK, 来了。出来吧三柱男。我应该听欧诺警告的，我很抱歉。不要拉你的兄弟一起来打。三头六臂，那请问他有几只鸡？没有错，当然是一个，三个人共用。好了，终于要打道馆了。超能属性的话，我可以派，我可以派他啦，就是派越多的。我觉得这是作弊耶，这算是作弊吗 ？Oh my god, 是更多。完了，他们这次没有颜色了。这个道馆不会比较轻松，对不对？如果按 Q 会，他会跑得超级快。直升机是我的专利耶，可恶！我操，你的创意为什么那么变态 ，Mr. Bra？ 哇塞，胸罩潜水，胸罩潜水，为什么你的名字那么色啊？左边那只就很可爱啦，右边那只太强大了，所以我没有注意到左边那只。OK, 我已经预期你会到来了。从我小的时候我就有超能力，我从那个弯曲汤匙学到的，我也会啊。就是那一招嘛，这个我也会，这个我也会，你不要骗我，我已经不是小朋友了。Fatty 可能不会用到。喝水，喝水。哦，我忘记这个没了，我要把这水壶拿远一点。那看起来我的计划就是我先打他一下。Ezreal， 这是太阳伊布。Oh my god， 帅耶！月亮伊布跟太阳伊布的合体，我可以直接烧了他吗？可以。他拿的是，为什么你要跟我提这个？等等，为什么？我刚刚要说他很帅，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觉得了。Gankazam， 这个是不是有幽灵啊？这应该是耿鬼跟胡弟，所以四倍弱幽灵，还好。好欸，打赢了。第四个道馆没有，第六个道馆了，9000块钱，哇塞！要不要合一下？可以，我的计划就是这个样子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要交换宝可梦，我们就送这只。我想要把这只送走，然后去吓下一个人。再会了，夜精王，谢谢你带来的欢乐。我觉得我被骗了。你拿到的改版异色，这不是异色啦。Vegeta， 他送了一个贝吉塔过了。贝吉塔会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不是贝吉塔，这是别只吧？我没有看过七龙珠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
当作没看到。众望所归，兔子，兔子要跟谁融合？三手二龙跟兔子的融合。我放慢一点，我放慢速度，又变成咖喱块了，颜色跟咖喱块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哈哈哈哈哈哈 ！Lilac Typo， 天哪，性癖一览无遗耶！哇塞！